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您现在收看的是《我是收集狂》。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再一个。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陈彦成。你参加很久了吗？第一次啊。哦，第一次哦。之前都没有参加过。那会紧张吗？一点点。一点点。怎么会喜欢健身？就一开始练健康的，然后想说有点小成绩就出来比比看，这样看一下世面。旁边那个伤口是怎么了？对，前几天有出车祸。哦，出车祸，那会影响到你的比赛吗？还好啦，一点点。哦，那你今天是参加哪个项目呢？新旧健体，健体跟健美。新旧健体，健体跟健美，比三项。比三项。那会觉得累吗？明天应该比较累，我今天应该之后还快。平常心，平常心，就看看状况。那你现在准备如何？因为这次时间比较赶，所以就状态没有到最好。哦，就比较赶就是了。对啊。哦，那你目前哪一个 posing 是还不熟悉的，还做不好的？熟悉算是健美的动作还在练习。健美七项。健美七项还在对，还在慢慢摸索在练的。比如说哪一个动作呢？像觉得正面二头就肩膀是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不太容易。所以你觉得这是算是会让你扣分的地方吗？对，会就是健美动作可能比较不那么标准，会扣分的地你刚上射完吗？还要再补一下吧。还要再补，所以你是在等它干是吗？对。嗯，第一次上射吗？对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没什么感觉，凉凉的。凉凉的。嗯。味道会觉得有点不好闻吗？不会。准备进第三名，八十六号陈群元。帅啊！他说不说超好，他这动作很屌。别怪我帅哦。第二名，八十八号施少祖来自新北市。武功组第一名，八十五号何正刚来自台北市。好，那就颁奖嘉宾来自莎拉广州。恭喜以上六位得奖的选手。想看更多肌肉男神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或频道哦。